医生，我爷爷现在状况如何？情况不是很乐观，但是他胸口的一些感染已经压制了，那剩下就看他能不能自己撑过去了。所以现在的状况是？需要多观察了几天，你看一下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准备一些灌洗衣物，要准备住院手续什么的。好，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对了，你爷爷以前是什么职业的啊？他身上有一些奇怪的伤口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。他以前是军人。这样啊，那好吧。那你先准备一些灌洗衣物，我先去巡房了。好的，谢谢医师。王勇，站！我叫你别下床，你干嘛下床啊？走，跟我回病房去。但伤口真的很痛啊！叫你不要去追，追不到女生，你还追干嘛？走。医生又长那么像我老板，要是你老板，我早就叫你回去工作。重新。接下来跟我拿走。庄一心，往这边走。谁？搞什么鬼？别闹了，兄弟！庄一心。那个谁，你知道回去的路吗？你别走啊，等等我。李夏，说点话。你娘嘞！要是我死要逃去躲啊！东西这边，我这边。啥事啊？你们怎么办？阿西，你嘛伤寒了吧？你是寻义？真是的，我一直叫你。原来你也上战场了？是啊，
我都无所谓了，走吧，家在这里。你来了。刚是没有其他人了吗？爷爷在台湾已经没有亲人了。你还在生气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爷爷这一生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回家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说完就知道了。虽然想要回家，但他也想要尽可能承担的在台湾的责任，所以他从小就对妈妈很严格。我不想要爷爷在离开前还为我这么担心，所以我们和好吧。对了，你现在哪个单位啊？怎么都没看到你啊？我也跟你一样在200啊。那有可能，都没看到你。部队那么大，前后走了那么远，谁知道谁在哪里呢？说对不对？嗯，说的也是。所以你是在哪个连啊？哪个连？工兵连啊。工兵连？那我们进的啊。等等，工兵连不是前几天被歼灭，没人活下来吗？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下来？怎么活下来啊？啊！你是啊？你要从哪去的？带你回家。你是想把我往死里带吧？你要跑啊！快回来！明天还要生的，庄先生。第一次打击就得了个全垒打，我也同意。宣告台湾地区自76年7月15日中文大合影解严。好的，谢谢钟宁在布里为我们所做的报道。在这次的921大地震当中，不少的灾民都指责救难的工作进度太慢，没有办法赶在第一时间救出所有的伤患，而政府也缺乏通盘的应变计划。爷爷，爸爸妈妈呢？爷爷这一生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回家。到这边，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吧？我要死了吗？这应该是你的孙子吧？旁边应该是你的孙媳妇，真好命啊！哪像我这个年纪就已经死了。是来接你回家的，但我真的还没回去过，真的就要走了。即使你知道那边已经不是你的家了，你还想回去吗？那我还有机会跟他们说声再见吗？大概3分钟。思乡，思乡。爷爷，爷爷。思乡。爷爷，爷爷，你要说什么？思乡。青姐，你快去叫医生。思乡。我在，我在，爷爷。你不用担心我了，我终于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什么？我要回家了。我不希望你像我跟你妈那样回不了家，好希望还能再见到她。我兄弟来了，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。这条路啊，
越走越长，向往的目的渐渐成迷惘。若非要这般才能保护他，也不算太难。一路上还有个伴，别人都说我俩很像，但走到一半空气弥漫着混乱，然后就散。我带着痛过的伤，追随心中的那道光，我留着思念的疤，忍着泪读完飘扬，不知道经历苦难我是否还能一样，再次回到我心中。走吧。最温暖的地方。要走了吗？真是太好了呢。你还恨我吗？都已经过去了。庄一心，我走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我在想，爷爷最后临终前说的回家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最后，我想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。其实，我从以前就很好奇，明明都已经开放探亲或者小三通了，为什么爷爷终究没有回去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还记得为什么我们吵架吗？不记得了。所以爷爷也是。他只记得，如今对面变成了敌人。就算他想回去，他的家也不再是他的家了。这是一个无聊的坚持。我们当初不也是这样吗？所以，爷爷在临终前终于回到了他心中的那个家了。那现在呢？回家，回我们的家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？不就是很明白就是爷爷思乡吗？我原本也以为是这样，但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名字是我妈妈取的。所以意思是？意思是我妈妈她其实也很想回去我爷爷的那个家。最这条路啊，越走越长，向往的目的渐渐成迷惘。若非要这般才能保护它，也不算太难。一路上还有个伴，别人都说我俩很像，但走到一半空气弥漫着混乱，然后就散。我带着痛过的伤，追随心中的那道光，我留着思念的疤，忍着泪读完飘扬，不知道经历苦难是否还能一样，再次回到我心中。最温暖的地方。时间和距离迷失方向，
跟随命运安排四处流浪，若非要这般才能到那个地方，也不得不坚强。疲惫的身躯再也无法抵抗，轻微的风寒沉沉落下，但再不出发，这样窝囊，我的心空荡荡。我带着疼过的伤，追随心中的那道光，我留着思念的疤，忍着泪读完飘扬。我知道经历苦难才能够得到成长，为了到心目中最温暖的地方。